州的激烈角逐，八支战队脱颖而出，跻身季后赛。他们将跟京东干命经过这一赛季的不断磨合，状态逐渐回升，愈战愈勇。那么今天两支队伍再次相遇，京东干命的绿毛有什么话想？在常规赛中 ，WE 一直摸索着自己的最佳打法，在后半程渐入佳境。接连击败了不少强劲的线上还是线下能够来到杭州主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跟我们见证2019 LPL 春季赛的一个季后赛的首战。那当然强劲的一个冲击力，是的，拿到了很多一个积分，是直接挺进了季后赛，而且还是排在第五名一个不错的一个位置。所以说今天也依然是有飞上，而且他的就是伤害占比在队伍里面是排到31%的。当一个 ADC 他分区怕被抓的。对，其实这一场在 WE 这个点上，没有什么位置感去承担边带的一个作用，因为毕竟不管是加雷奥还是梦魇，在你视野并不是特别充足的一个情况下，很有可能直接被开到。两边真人选下来，其实阵容方面来讲的话，两边的下路是都是后期的保障。刷一下最边上的一个野怪，都是偏发育的一个路线，以及台上来打一套，但反手这边挂上被动虚弱，两边互拼，但是点燃这边大舅子非常危险，洛这边拿下了一血，没血的位置有点尴尬，但进一步闪现还能再交，下一波小的入侵，但是两边打野会遭遇到，要遭遇了，这边先打一套，小布这边这个状态不太好，没什么蓝了，控制线这边赶过来，一个闪现爆炸果实，撤退路线非常完美，钻洞顺便来。中野要开始对拼了，这个核弹线不想放，哑光闪现嘲讽，一套伤害来说，非常这边这样的一个闪现还算安全。后续这边绿毛直接赶过来了，抬起来，北上这边也是直接阵亡。又是绿毛呀，这时候支援更快一步。下路提前应该是给到。李强卓是靠他自己的一技能冰爪才走的。交大招，但这个兵线来说的话，闪现用两个，有点过于拼了呀。牙膏这边这个血线还算健康的，或许小胡这边掩护一下车队，线这边防御的危险。有点可惜，这个恐惧是让雷克在后续没有办法再去跟到伤害去杀这个牙膏了。觉得 W 现在有点乱了呀。很远啊。讲道理想越塔，要等一下加里奥的位置，加里奥这边再是往下靠了。W 下路很危险的，这边揭开了一个闪现，大舅这边没有什么操作空间，被秒了。后续空下一个闪现也没有情况能走掉。梦魇卡莎各局人头。这样下路其实这样就有点崩了。卡莎在这一波的话是收获了一颗人头。感觉下路有点拉闸了，同时这边西野赶紧在中路打一下塔皮，磨掉塔皮，然后放掉了这个小龙。这小龙的话，非常也是找到了一个回家的一个契机，抓到了一个时间差，拿下了这个火龙，赶紧把它打掉，挽回一些局面。但是 W 这个下路还是很中上野来说的话 ，W 目前这个经济分布图来说啊，下路塔直接让掉了，这塔确实没法去守。卡莎这边好肥啊，对，他是超越时间的一个发育轨迹。飞上这边把前期的资源全攻到了，这条水龙应该是小胡这边看到要打吗？看一下做一个选择，没有开大招啊，还是飞上平安的拿下了这个水龙。前期的所有的各位所说到的肯定就压中了，这个先想压中路，而且中路这撞一头好像差不多到位了。记得上人线也过来，但上中路塔应该是到位了，推掉了。对，上中换塔，这波 W 不亏的，中路塔更有战术的一个价值。哎呀，还有一头，又撞了一头。W 中野野辅赶过来。从我们这个位置看一下，像反埋伏，并且京东这边的一个双人组能赶过来。看一下，先打了一套杰斯，京东这边赶过来之后，还一套风闪现，嘲讽到三个人。后续的落在进场已经大杀特杀，同时路也赶过来，现在的人头。林森这边也很危险，举了一个盾想反手，谢这边叫了一个闪现往后撤一下，小布这边拿下布鲁的一个人头，一个人了，现在这边还想继续往前追，谢很危险的，抬起来之后加量拿下林仓主的一个人头，后续还要推下路的二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一波 WE 想打的，他们其实是想包下这个任务，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后面已经组织了一波对下路的进攻，同时大舅子这边很难受呀，我在上路，下路怎么出事了？是的，因为他现在只能发育，现在威恩没有破败羊刀之前，他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这一波 Zoom 的一个反先手，
和队内沟通的非常的细腻，就是恰巧京东的各双人组赶到了下半场，这边是五打四。第一时间，加里奥找了个非常好的位置绕后了，确实也封锁掉了其他 W1 的队员的一个退路。那这波是一个大节奏呀，打完之后 W 这个中期的节奏可能会让一下了。确实前面所提到的非常大的隐患，因为在我眼里的话，京东这边中上再加上辅助，它的一个 AP 的爆发非常的高。W 这边的话，它的一个前排包括 VN 都是一定要出一些魔抗之后才 QE 嘛，然后去打的话还是可以反打的。这边嘲讽打一套想直接开，这是个金身一个大招之后，但是还是原地一个金身不太好走啊，不如这边一个大招还不够，但砍的这个金场拿到四人配合砍上一个金场，西这边先倒地，后期砍下来再双杀，彼此这边倒地，这边瞬间的一个融化，零换四卡上拿下三杀，那这样大龙应该是要拿下来了，直接反胜大龙了。前面所提到了京东这个阵容打一波能力太恐怖了，确实只要找到一个目标就随便砍，伤害也是够的，而主要是现在 WE 的作战能力还不是特别的健全呢，只要大龙京东是直接就拿了下来。杰斯在中路把兵线推过去，推一下兵线，拖延一下京东，直接带大龙 buff 就过来的一个时间。对，二塔的话看一下有没有也推掉了，同时京东拿下大龙，节奏非常快。刚才西野已经飞掏出了一个杀人书，确实这一场他的一个生命好像不太会受到太多一个威胁。爱学习啊，杨哥直接要压了。杨哥这盘也是放飞自我了，家里要出个杀人书还是比较少见的，他毕竟是需要进场的嘛。他已经在疯狂叠输出了，这一把确实优势也是比较大的。那下路的话，宋在带中下分推，中路这边已经被推了一半的血，并且京东这边梦野这边在旁边就位，还是想开团的，一会儿也在最前面啊，还是要再稍微等一下，等一下塔的血先。可能中路一塔一掉的话，京东会强开一波，当时 W 要注意一下了。打瑞现在不太敢出来打，哎，这个手有点短啊，这个高射炮不好狙清啊。那这样这个炮车要直接平推掉了。大队这边也是放掉了中路一个水晶，确实比较担心京东第一就是塔一掉过来开一开，这个就没办法承受不住。那舅子现在是补了个水银，身上有一个秒表，雷克赛也是有个秒表的，但是这个装备来说的话确实伤害来讲已经不是很够了。哎，侧翼的话京东没有回家，绿毛在后面找位置，想绕后看一下关灯，大喜四个人第四这边交一个闪现，就是一个金身天左不太掉，京东这边疯狂的一个输出，先击杀了一个布隆，被这边随之倒地，后续京东这边拿下了一个四个人头之后，那这样要随机一波了。零换四这一波 pose 在旁边，只能看着队友相继倒地。pose 这边有一个闪现，但后续京东也没有去管，不理他了呀，最后还要过来吗？这边的话直接拆门牙，我们恭喜京东 gaming 在 BO5 的第一局先下一城，节奏非常的快啊，在29分钟。拿下了第一场胜利。京东 gaming 在今天 V5 的历史上我觉得打得很漂亮很出色，主要感觉京东的野辅的状态找回来了，我觉得醒了，有一种这种感觉，有没有？就是下路尤其是一级的那一波判断，我觉得就属于那种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要是没搏好的话我就浪费一个点燃。那这场比赛的一个数据面板也是给到大家，29分钟非常快的一局比赛，应付打出了成功的一个输出。是的，在蓝色方的话经济曲线也是在稳固的一个上升，拿了大龙之后在20多分钟的一个时间节点是突然间的一波经济爆发，是推下了 WE 的高地。那这样比赛在 WE 这个点上面来说的话，确实下路一开始被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之后，经济的一个维持就比较的难，确实感